这已经是第五个星期啊。好，开始啊。对，他除了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不出庭，对吧？对，星期三不出庭。嗯。哎，早晨九点就开始。我们华裔爱国者每个星期，一二四五，因为星期三是休庭，每一天都来这里啊。支持川普，支持川普是支持美国，支持美国就是支持正义。哎，如果美国倒了，全世界都倒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哈。那个川普是为国而战，为美国而战，为我们 we the people 而战，这是最基本的 common sense。所以很多华人每天都来哈。那我们还有两个华人姐妹哈，很棒的，他们为了去到。法庭里面一天只允许六个人进入法庭，我们两个姐妹每天6点钟以前来这儿排队，这样可以进入前六名，进到法庭里去陪伴守候川普总统。那他们不是搞个人崇拜啊，因为我们来自个人崇拜的国家，我们并不喜欢个人崇拜，我们是看到川普总统为救国救民而受苦啊，而被迫害感动，所以我们每天都来支持他啊！我们希望更多的华人来到这里啊，就是在 Canal Street， 那个下车 N 车或者六号车下来以后，走到 Center Street 就到了。来这里，那个支持川普就是支持自己，支持自己的下一代。那个时候人人遭殃啊，人人遭殃哈！我们的子孙后代全靠有正义的人，像川普总统这样为国而战的战士啊。因为美国到今天就是太多的人，就是好人，沉默，坏人当道。为什么坏人能当道？因为好人太窝囊了，太怂包了。共和党太多怂包，是吧？好了，就这样，讲得好。OK， 鼓掌。